学博人要知道，只有痛苦，人才不会执着人间的一切。很多人知道我这个苦早点晚点要受，我不执着了。做人只有知道人间的苦难，才会寻找人间的光明。佛陀就是我们的光明灯，当你找寻光明的时候，你的心灵就会失去黑暗。所以想得通想得开的人就不会忧愁。我们学佛的人因为心中有光明，我们永远会寻找一个智慧人生啊。